这个是有效的学习模式，来开始。到了这地方，勾出去了。好，这个撇到这下面来。这个撇比较高一点 ，B， 啊，细到粗，这也是细到粗，啊，这也轻轻的碰到右边一点。这也是一个竖撇，细的，粗到细，向上。中间细一点，勾短，左边长，右边。不碰到上面，要收笔。好，这个点也是不碰。点比较粗啊。